这几天啊，我都是在家里面啊，因为我阳了嘛。说一下我这几天啊，这两天在家里面的一些活动啊。有人可能会说啊，你不就在家里面睡吗？啊，阳了还在家里面还能干嘛？哎，不是啊，我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呢，我觉得就算在家呀，我也要保持我脑袋的一个灵活性啊，我不能老是睡的啊，我还是要去看一些东西的啊啊，顺便呢也对我自己的一些知识啊见闻呢有一个扩充，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爱好啊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呐，我很爱好学习的。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看看我这两天的一个浏览的一些历史吧，手机的一些浏览视频的历史，主要都是看视频为主哈。那呢，有时候那个昨天头特别昏的时候看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去听啊，去听里面说什么哈。我就给大家看看我这两天看的一些记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哈。我现在调用的是我的头条号啊，看了一些视频，因为头条号看的视频的话，这个大图都特别明显哈，我就选了头条号给你们看一下。大家看，古地图谜案是吧？啊，这两天呢，我看了一些那个地图啊，就是以前史前的一些地图，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些地方啊，我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呢，我们中国古代哈、啊，在14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啊有一张地图画了南极洲，但是呢，南极洲呢是在1813年的时候才被地理发现。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南极洲的呢？更妙的是，我们把美洲也画上去这个古地图上了，是我们中国的古地图哦，1400几几年哦，很神奇对吧？啊，真的很奇怪，当时的人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啊，这里的就有一些猜想还有解释哈，这个我之前真的没有听说过。好，继续画，都是古地图谜案，大家看古地图，这是今天我看的哈。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科普，还有一些科普的视频，人类世界市场实验。这个就是对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宇宙还有一些外星人外星文明的一些猜想了。这里面提出了一个猜想啊，他说我们现在啊，其实我们搞不懂的很多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个外星的比我们更高级的文明啊，在操控了这一切啊。我们现在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其实在外星的这些文明看来呢都非常的正常，他们都能够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人类相当于就是他们的玩偶，他们的实验对象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人类就像我们看那个小白鼠一样啊。这个真的挺细思极恐的啊，如果是真的话，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了哈。不过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哈，摩尔定律，还有就是相对论，我也看了一些相对论一些解释啊。还有就是100年前的那个量子力学啊。量子力学啊，因为它里面提到了一些知识点呢，我都会去搜索的。还有这个三体哈、啊，因为呢，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三体，我就特别去搜索了这个三体，因为这个三体这段时间还是挺有名的哈，就挺火的，应该是一部小说哈、啊，我就特别去搜了三体哈、啊，还特别听了有关于它的一个小时多的一个解说啊，这个三体还有这个刘慈欣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我都有看啊，这个三体。还有他自己是怎么介绍他这部作品的，他都有说哈，啊，这个就是《三体》哈，啊，这个小说真的挺开脑洞的哈，他说的是一个外星离我们4点多光年的一个外星生命哈，啊，他名字叫《三体》，他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多事情我们是确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边升起啊，这个是肯定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明天可以有食物啊，而且是有充足的食物对吧？这是我们都可以确定的。但是这个三体啊，他这个刘慈欣笔下的三体啊，这些人啊，他就完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这个他所在的星球呢，它的气温还有这个变化什么都是不确定的，有时候呢冷到极致，有时候热到极致啊。太阳啊，他们不叫太阳了，反正他们的那些光那些温度什么的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呢他们的生活环境呢比我们恶劣很多啊。然后呢他们就想啊去外太空寻找适合他们居住的星球，新的星球，然后呢就跟我们地球产生了交集了啊。
这个故事还挺精彩的，我现在还在听还在看啊，等我看完了各位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还有这个什么恒纪元乱纪元都是里面提到了一些东西，我发现我现在对宇宙的一些东西啊挺感兴趣的啊。各位有没有对宇宙对星球啊这些相对论的包括相对论的这些感兴趣的，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好不好。还有就是看了一些国家啊，了解了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啊，好像这个巴巴多斯啊，这个挺神奇的，这个巴巴多斯哈，这个它是加勒比海上面的一个小岛国，它居然敢怼英国怼美国，为什么它这么牛啊？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黑人的发达国家啊，唯一的黑人发达国家，它靠旅游业其实啊，很多英美的人呢喜欢去那边旅游，所以呢它是发达国家来的哈。巴巴多斯他敢怼英国怼美国啊，他甚至呢想让英国的一个议员哈、啊、为他100年前啊他的一个祖先在当地犯下的这个啊买奴隶的这个罪行哈、啊、要他赔偿啊，要他其中一个议员英国的议员来赔偿这笔款项。哇挺牛的哈、啊、一个国家让一个人来赔偿，哇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啊。其实呢我就是这样的哈，我就是对这个世界呢始终都是充满着好奇哈，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外面的一些东西，外面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说我没有涉及的领域，我都会有一个好奇之心啊，想去搞清楚它啊，想去追根溯源。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同样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你呢？啊有的话呢留言一下，我们有空了就一起讨论一下啊。好，先说到这里了，再见。